好，我是冉命，你们应该都知道我的。真的吗？我觉得不一定知道。已经过气了。知道。所以你觉得你自己是什么？我觉得就是偏时装一点，但是有点小怪，就是不想像时装一样走出去，但稍微有点怪一点，这样。所以是什么风格？自己的风格。偏亚逼的时装。偏亚逼的时装。可以这么讲。哦，那有人说你是时装系吗？现在应该没有吧。就是以前会有，对，我以前就是纯手时装，纯手，我就是从学习演变过来，加 cosplay 加日本的牛郎，各种角色拼在一起就变成了现在的我。现在也能牛郎，150150。但是那你觉得就是就是你的造型的重点，你觉得是什么？我觉得脸，我的重点就是脸，就是重点是脸上的妆容的。今天就是我们要去一家。来过那么直的潮店吗？也许我出国的时候会不小心走进来。出国，谢谢。有点不太舒适是吗？不是很自在。对，感觉是不是觉得跟你的漆皮裤有点格格不入？对，不太入。放眼过去，好像没有太我的意思。这里是 Red Event， 然后我们其实是2012年创立的品牌，然后到现在有8年的时间，然后我们是一个偏美式街头一点的牌子，然后这边的话可以穿一些，滑板人会穿一些，没关系，轻松 ，OK， 轻松一点，轻松，对，然后你们今天过来是想选一些什么衣服呢？钢铁直男 skater 阳光，对 ，OK，、就是、那没问题，对，就是换成另外一个人就好，可以啊，没问题，换成你，换成我，那我现在把衣服脱下来。我不要，可以，为什么？没关系，这个我也有，为什么不要？我不知道，我可能穿上去之后感觉会。对，你今天有说就是你不喜欢五五，对，就是你觉得自己会穿连体裤会有五五分的感觉。对，我需要我的腰到这个位置。OK， 但是没有啊，就是我觉得其实我们所谓的就是比较直一点的 skater 风格，其实也不是大家想象中的那种，就是特别纯运动或者纯很 sporty 的那种，其实已经很多元化了，只不过可能这位男子不是特别了解这块的风格，对吧？没有太接触过，我今天很期待，现在有点忐忑。是吗？忐忑吗？本来很期待，然后进了店之后觉得有点忐忑。但是我可以先看一下你的妆吗？妆？对啊，你这个妆我们一如既往的美。不好意思，我们今天要穿滑板风格好吗？你这个 我会为了衣服再改个妆。板仔真的没有眼线的，谢谢。我会把我的眉毛，我会把我的眉毛补上去。其实我觉得他穿这件外套，就这个系列最硬朗的服饰了吧？应该。对，这是最硬朗的服饰。我觉得对于这个店来说，这最硬朗的服饰。然后裤子的话也可以选黑色，如果你要搭这件黑的话，OK 吗？你之前在 CCTV 工作吗？你之前是 CCTV 工作？没有，开玩笑了。对啊，我待会儿要穿这个吗？对啊。这会无法想象哎。为什么？太像男性，太直了，不，太硬了。我在说什么？如果是这个夹克的话，其实如果套你的这条漆皮裤，我觉得可能你会被从这被打出去。有了这种很大的 logo， 我就觉得对我来说太街头了。对，就是你还是觉得自己就是要在时装，对，亚逼时装。对 OK， 对我们的他的风格 tag 亚逼时装，对，亚逼时装。逼呢？你觉得？因为我觉得纯时装的话，就其实很 boring， 挺无趣的。稍微怪一点，又觉得又是时装的话，就是你又高级又有趣。哇，
好肤浅的一个人，就是要视觉上的享受就对了。好吧，那我们接下来就请你先把你的眼影给我拿掉。什么想法？这个是你的内搭。真的吗？哇，是不是很刚？好刚啊，好直啊。但是我觉得还好哎，因为现在其实我觉得做风格的印花的 T 恤还是蛮好搭的吧。是好搭，但是首先这个钢铁印你就对对。还有这个字体就觉得哇，这个字体我很喜欢啊，很帅啊。因为我才是一个直男，我才是一个，我追求是那种不男不女的效果。这个有点太难了，太难了是吧？太难了，上加难。就是我觉得主要就是如果要搭配这一款 T 恤，可能你的眼线必须拿掉。我一定会，不用再强调了。你已经强调眉毛补起来，这样子。对，待会儿大家就看我的眉毛。好了，所以我们今天一起帮小白挑选的就是这一款钢铁印花长 T， 然后搭配 logo 丹宁外套。对，在那边我就不拿过来了，然后我们就期待它上身的效果吧。我这辈子从来没有发过这种声音。对吧？感觉只有打篮球的人会。是的，是的，这就是一些直男 vibe。直男的声音。直男 vibe， 对，是一些直男的声音。踩在地上的感觉，好，好轻松吗？就是有一种，有没有？因为你就是都要时刻要端着，很端是吧？对，这个就感觉松松垮垮都理所当然，都很合理。哇，很合理吗？但是我现在我的目光无法从你的眉毛的这个根根分明上面移走。我眉毛特写是不是画得很好？就是为了搭配直男风格的改的妆。这个眉毛不够直男。是的。但是我觉得 OK 的呀，因为其实你没有穿过就是整个腰线往下移那么多的裤型，对吧？我刚刚那个裤子蹲不下去的，现在你看，感觉我两条腿可以穿进去了，就是。穿那个衣服我都不想换回自己的衣服，过于舒适，对不对？就是哇，活过来了。然后跳柔姿舞。如果是你的话，这个你会怎么搭？还是下面可能配比较贴的高腰或者短裤哦，对，皮鞋之类的。哦，对，你穿那种学生感的那种，对，短裤，然后穿袜子，然后小皮鞋，对，这个确实我觉得。你会背双肩包吗？穿这一套，偶尔会，偶尔会。还有什么单品是你觉得可以，就是跟你日常就是风格的可以融合的？这个也可以，对，这个很好看。这个那个男孩子有穿这个，我觉得还蛮好看的。平时也会穿，就因为够侧面够露，对吗？还是说不是？我是觉得它有点时装感，然后这个颜色也挺好看的。然后可能他就是刚才他有就是介绍说泼墨这个元素嘛，我觉得就是可能。就是跟做旧的东西放在一起，就是我觉得也是不太会退流行的。对，而且我觉得它可以搭配着，就是有点朋克感的。嗯，我可以把你的皮具又全部穿上来，对，还有饰品之类的。嗯，就是这也是我喜欢的。哦，这个板仔服饰你会喜欢吗？这完全不会。Why？ 这个其实对我来说，感觉是我爸穿的。哦，很好看哎。我也觉得挺好看的。我也觉得很好看哎。学生感很减龄哎，就是那感觉你没有那么骚气油腻了。对呀、啊，为什么油腻？油腻，我人生中第一次有人油腻了。没有，哎，真的，你不觉得吗？我真的觉得有点减龄哎，真的很减龄，因为我觉得他们家这个就是针织，就是我特别喜欢，我觉得对啊，因为板仔是要追求舒适的。我觉得大街上任何就是穿这种衣服比我帅的人。会很多，所以说我想让我自己更帅，我想让自己赢他们的时候可以点发扬光大。OK， 因为我不是那种帅的类型的长相，是因为街上如果同样男孩子穿我这个，我觉得会比我帅。但是别人会过来说，哎，你好骚哦，然后也不追求骚。我也不是。那你追求的是美。OK， 哦、oh.。对，这个就因为可能刚才那个，因为我是觉得那个可能是介于就是 street， 但是还是会有一些搭配感。对，就是还是你平时的那个搭配逻辑。学生感，然后就觉得没有太过于。对，因为这比较没太过于打扮自己，然后又觉得比较得体的一个、
得体，得体 ，OK OK， 的感觉吧，我觉得。我突然觉得自己看着有点像男生。仰天，slow mo 笑。对啊，你是啊。我是啊。你是啊。你看我这眉毛，男生的男。我只是觉得我这张脸，如果你看，如果戴个墨镜的话，就会更男生。哎。哦，你这你确认的哎，对，试一下，是有度数对不对？哦哦，好像还是很不难。对，我对，不对不对？对，我的眉眼都是女生的眉眼。对啊，主要是谢谢。好，你能帅一点，走的帅一点吗？帅一点走。妈，好难哦，做帅哥好难哦，做帅哥好难哦。那你就先不要笑，吸一口气。不行，你的眉毛太出戏了，我就受不了了。啊，给我吧。好了，现在我们的两个 look 已经穿完了。然后小白自己本人会更喜欢现在这个。对，我喜欢这个。原因是觉得更舒适，然后会很减龄。嗯，对。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想要去除一些油腻感，可以尝试一下比较九零、比较 straight 的这种。风格，不要假聊天，好，展示展示。我在家都不会穿这么宽松的衣服、你在家也要穿紧身吊带。我在家里是至少就稍微有点宽松的，但是没有这么大的。哦，好舒服啊，感觉真的，我就想拥抱自己吗？对，就想拥抱自己。我觉得，如哎，我现在我觉得今天你会不会为了这个 look 去改变你的眉形？我都没有眉毛，我眉毛可以随意画的。对啊，就是。但是我真的觉得这种衣服我还可以更愿意多尝试。你愿意更？因为我觉得这样的话，就毕竟我刚刚那样，其实看上去就是很友善。是，对，是没有亲和力的。然后我现在变成了看起来人比较好相处。对，是是是，确实是，因为减龄一些，我觉得这点挺好。就是我觉得来穿这衣服的人，应该没有在关注减龄这件事情。对，我想嫩啊，我想年轻、啊。但是对，但是我觉得这个就是每个人就是来到一家店里面都有自己不同的需求。对对对。所以刚才你有跟大家说，就是你如果穿这个，你很喜欢这件衣服，但是你不会搭配这个裤子。嗯嗯，那你会怎么样搭？这个衣服啊。可能裤子不会这么肥，要塞到裤子的里面、然后有个腰。但是那这样就失去这件衣服的意义了。这个衣服你问我这件衣服，如果我要怎么搭？我懂。所以就是你不会在意像它的剪裁啊，或者是它的就是它原本的，因为它本来就是个 all size 的东西、你要把它硬塞在里面，那不会腰部不会就是很胎死腹中了、但是我觉得。如果要是不往里面塞的话，我可能下面就穿短裤，穿一个短裤，穿一个有点高的筒袜，对筒袜那样，然后穿一点的鞋，但是也不会过于的皮鞋，就是太时装那种，还是有点运动感的那种。嗯嗯，因为其实我觉得你如果穿这个。就是这个针织衫的话，你下面其实穿短裤，我之前有见过你穿短裤那种，其实我觉得 OK 了。好了，我们节目到此为止，拜拜，拜拜，没有，就是再多说两句吧。嗯，小白你。下一次我见你的时候，你晚上就是会这样穿出去玩吗？因为你不刚才不是说你穿，就是你很不舒服啊？你穿你的漆皮裤你不舒服，你出去怎么跳舞啊？我对打扮和不打扮只有两个，就没有过度。我觉得我的衣服是打扮过的，穿这种衣服就觉得是没打扮的。当我走在街上不想被别人注视的时候，其实我会穿这种感觉的衣服。觉得这样的话就不会被别人多看我两眼。不会啊，如果是你穿这样，我会多看你两眼。但是如果有一个漆皮过来，我可以直接避开。我说，哎，好刺眼，那边怎么那么刺眼？对，我觉得我不知道。没有，所以就是你虽然觉得可以接受，但是可能你自己还是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这个是你非常这个。比如说我晚上去你家玩的时候，我可能会穿。不想让不会拍照的时候我穿。哦，不会拍照的时候，但我们今天拍了很多照片耶。我只是为了增加一点粉丝。OK， 好呀好呀，那好，我们今天节目就到此为止了，因为好了，没什么，直接拜拜，直接掐掉吧。拜拜。